大家好，今天是十二月十三号，星期三。首先恭喜大家，因为今天的行情涨得这么疯狂啊，大家手里的股票啊什么的肯定都是涨了很多，所以恭喜发财。 啊、呃，我自己是我我长期持有的股票只有一个，就是苹果。我会呃用这个周 K 线和月 K 线，在它跌的时候，在它回调的时候，用用我们讲的回调的方法，高一高二等等的，或者说就是无脑的，对吧？他看到它跌了一点就去做多，一直去买。然后苹果今天涨得也很多，呃，收盘好像就是说在前期高点附近嘛，可能创了新高啊，反正很不错。那么日内交易其实就没有那么重要了，虽然我今天做了十笔日内交易。 啊，然后其中八笔是盈利的，但是每一笔仓位都很小啊，就，啊、呃，其实没有赚特别多的钱，尤其是早晨，早晨做了六笔交易，四胜二负，都是在用很小的仓位去练习这个跟 Rose 新学的这个模式，然后下午做了四笔是没有办法了，就是硬着头皮去追涨了，又也是用很小的仓位，所以这个赚的钱很少啊，就是啊，当然比没有要好，可惜的就是什么呢？可惜的是我特地。 呃，也给大家分享了我我这个每次 FOMC 之后都会收集的这个图。那我当时想的很好，就是两点钟的时候它先有一个下跌，然后我在两点三十五分去抄底啊，去做这个神奇反转就可以赚很多钱。我们看，其实每次它都是先跌，然后两点三十五分有这样的啊反转做多，去做多等等的啊。那么今天它主要是美联储鲍威尔泰戈了，说是不加息了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这轮加息到此就结束了。 啊，然后甚至明年和后年开始，他们有很多的这个降息的计划，那么就导致啊大幅出超出了市场的预期，预期市场就不断的在在涨，啊，那么所以如果一定要就是这个分析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了，一定要分析的话呢，啊怎么去追涨？比如说这根大阳线收在最高，想要去追涨，那么一定是至少要把目标位放在 maeasure move 的地方啊，百分之六十的概率它会这种强势突破会去到 measure move。 一比一的盈亏比，然后等它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肯定是知道它大概率还能再涨的，因为在这个上涨过程中根本看不到任何我们需要去止盈、需要离场的理由，对不对？不像这里六十八或者六十九这样很大的阴线收在最低，那么看上去很吓人啊，你在这边离场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说是，啊、呃，绝对是没有离场的理由，那么大概率还能再涨，所以的话，啊、呃，在这里。 你就不断的去延伸目标位，比如说再往上延伸一点，再往上延伸一点，再往上延伸一点，直到看到了六十八。那么六十八确实它是需要离场的，看到六十八以后，在它的下方一个 t a k 需要去离场，因为我们说这个行情过于抢购高潮了，然后也是 parabolic wedge 对吧？抛物线的这种上涨啊，它一旦有人开始止盈，一旦有机构开始止盈，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很深的回调啊。 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去保护利润是完全 OK 的。那么要做的话，可以、啊、等它回调以后再做，比如说回踩 EMA 二十啊。所以大家看 EMA 二十真的是太有用了，包括 EMA 二十之后啊，高一高二的入场点再去做就好了。然后激进的空头可能也会在六十八的下方去做空啊，赌它有一个深度回调，然后去回踩 EMA 等等的。但是总的来说，这里还是去做多，不要去做空。那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。 啊，uh, 在上涨过程中不敢去追涨，说我等回调了再去做，然后真的回调来了，哇，这个回调好吓人啊，是不是反转又不敢了？所以总就是这个其实也很正常。我们说，呃，害怕亏损啊，这个恐慌、恐高，这个是人性里面自带的这个弱点，每个人都会有的。呃、但是我们尽量的可以去通过一些训练，呃，去把它克服。比如说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，啊、呃，在这种行情里面。 啊，你就做一股 SPY，甚至我们说不用做期权，不用做期货，啊，我们就做一股 SPY，用最小最小的仓位去做。那么这个一股 SPY 你亏了，就算它哇后来又大跌下去了，你也亏不了多少钱，对吧？就亏几美金的事情啊。所以啊、呃，就是用一股 SPY，不为了赚钱，就为了训练自己去追涨。然后你做了一百笔下来，可能是不赚不亏，可能就算亏也亏不了多少钱。那么你就知道。 啊，原来追涨是这样的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去追啊？什么时候需要离场？什么时候再二次入场？等等的，就有经验了，那么就可以慢慢加大仓位啊。然后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，你获得了经验，也获得了信心，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所以这种刻意的训练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。大家需要去啊、呃，这个有意识的帮助自己去克服人性中的一些弱点，在交易里面其实很重要。 然后我们昨天和前天的视频都一直在讲啊，不知道是为什么机构在疯狂的买买看涨期权，然后疯狂的卖出 put 啊，总之就是用期权策略不断的去做多。那么现在就知道了啊，大概率这些机构都是提前啊，大家都懂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呃，所以说经常经常说这个 A 股对不对很有毒啊，会怎么样？但是其实做多了就知道，这个全世界都是一样的，机构它总是会啊，这个金钱嘛都是这样的啊，它会知道很多消息的。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那么下次可能再再有这种情况就有经验了。但是我们说这样这样的事情，这种加息可能是十年、二十年才会有一次的事情啊，所以也不一定也能这么快的碰到了啊、呃。那么之后应该怎么办？呃，从日 K 线级别来说，它确实是抢购高潮了。但是我们说，啊、呃，就是它，呃，我看一下 SPY 应该是创新高了吧？前期的高点在这里啊，它今天是创新高，QQQ 肯定也是创新高。 啊，那么做空，首先做空肯定是不行的，嗯，因为没有任何的信号，对不对啊？它大概率还能再往上涨一点。然后我们看这里的趋势，它从这根 K 线开始，从十一月二号开始，到今天为止，是二十八根 K 线在 EMA EM 的上方运行，都没有碰到过 EMA，EM 所以这个上涨趋势非常非常的强。啊，它回调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去做多的，比如说，啊。 在这段过程中没有敢去做多，对不对啊？没有买到的人，他回调他就会去买，啊，包括在页面二十附近有支撑等等的，所以啊，现在看来的话，啊，肯定还是就是最多啊，你就是不做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就是保持空仓啊，不追涨，但是也不能做空。然后我们说四五日啊，不是四五，现在叫三五日了，就是这周五是三五日，期权会有大量的结算。 我们之前讲的，如果机构大量的买入看涨期权，那么做市商需要去啊、呃、卖出期权，然后他们是买入股票和期货去对冲的。那么一旦当这些机构的这个看涨期权结算掉，尤其是这些深度价内的期权结算掉的时候，做市商就会把他之前买入用来对冲的股票和期货去抛掉啊。那么他们大量抛掉股票和期货的这个行为，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力。所以我们在过去其实经常看到有什么，比如说。 有一些很好的上涨，我记得这个就是啊，这个是，呃，这个今年六月份，呃，期权结算的当月的月期权结算，然后我们看之前涨得很好，但是期权结算掉以后，从当天这个是周五，对不对？周五的早上就就有一部分的 S P X 的期权结算掉了。 周五的早上就是这一轮上涨的最高点，然后就开始下降，开始回调啊，后面持续一整周都有一个疲软，和之前的趋势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说做日内我们倒是无所谓的，尤其是这个周五我会密切关注有没有什么日内做空的这个机会啊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里一样。但是总的来说，我们从日 K 线级别来说，还是去回调做多，还是去这样的啊？这样的一个策略，除非你就看到比如说明天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阴线又这样跌下来。 当然，这个概率是很小的，对不对啊？但就是我们总的来说，大概率还是它是一个回调做多，因为这个美联储这次释放的信息实在是太爆炸了啊！这个，嗯，很多指数基金或者养老基金都会疯狂的去买，因为这个降息啊真的是很重要。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会他们会这么割啊，所以市场现在是 always in long，只能做多不能做空，尽管它已经 by climax 了。 啊，然后我再讲一下昨天的这个行情，因为昨天我呃，一个是有很多人给我发信息说昨天逆势做空亏钱了，我很着急啊，就很急的就把就把这个视频录下来了，所以有一些细节都没有讲到，我们现在稍微来讲一下啊，比如说，啊，我这里画了很多黄色的框框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其实他们就是 body gap 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突向上突破以后。 K 线的实体部分没有重叠，就是说没有一根 K 线的实体部分是回到这个第一根 K 线这个开盘价的下方的。它虽然上影线、下影线有一些地方是重叠了、碰到了，但是实体部分始终是有这个缺口，所以，我我们把这个叫做 body gap body gap，它也代表了上涨突破中的一种这个强势啊，突破的一种强劲的程度。那么，嗯，这个缺口就是也可以把它看作 margin gap，就是可以用来做。 这个测量型缺口，比如说这个突破之后的缺口没有被完全回踩，所以从最低点到这个缺口的当中，把它啊作为一一段一段趋势往上翻这样子啊。当然我们说，啊做这个目标位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比如说这里也是，啊，这里上涨突破了这个三角形，我们昨天说这里有一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突破以后，它实体部分没有完全的回踩，没有重叠，那么这个就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啊缺口，那么把这个缺口。 往上翻一倍就是目标位，啊，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呢，昨天这个行情，尤其是对于新手来说，确实是一个低于难度的呃行情，因为它其实是呃，我觉得它是有逼空的感觉的，就是它给你一种这个趋势不是很强，好像是随时可能去下去啊等等的，但是它。 啊、呃，就是摇摇欲坠，但是始终跌不下去，然后最后暴力拉升。那么很多新手可能会犯的错误就是做空了以后不止损啊，不愿意去止损，然后最后他抢过高潮，连续大阳线加速上涨，这个时候终于害怕了啊，觉得没希望了，在这个地方止损，止损在最高位。但是我们说有经验的交易员啊，即使他在这里做空了，我们也讲到他一是要不就是提前离场，要不就是啊在逢高再加仓，然后一回来打平或者少亏的时候就赶紧离场，啊，就不做空了。 然后真正到了这个抢购高潮的地方，啊、呃。比如说有经验的多头，他就会在这里止盈啊，他知道这个大概率不能持续很久，会变成震荡或者有一个回调。那么激进的空头会在这里去做空，比如我，我就是呵比较激进的空头啊，当然不建议大家去模仿。包括啊、呃，我今天下午硬着头皮去做多啊、呃，也不建议大家就是啊、呃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做多，除非你已经有非常多的交易的经验了，然后你自己。 对风险的管理，对仓位的管理也很好，再去做啊。有的行情错过了就错过了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每天都会有机会的，所以啊，也不是说今天不做了就以后再也没没机会赚钱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市场每天都开的，等到真正学好本领、学好本事了，知道怎么样正确的交易了啊，有大把大把的机会等着你去赚钱。呃，那今天的视频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，因为呃。 除了恭喜大家，我呃感觉没有太多可以讲的话题啊，那么就很简单的就这样吧。啊、呃，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一个一个都仔细回复的、呃。大家知道我每个评论都给你们点赞，然后都会仔细回复的啊。好的，那就先这样，然后我想一下这周末给大家做什么专题的这个知识点分享啊、呃。然后祝大家周四周五交易顺利，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